Hello， 亲爱的美女小伙伴，我们今天来玩养生版的《欢乐是星星》。作者建议我们开启悟晓，进入游戏，瞧见没？四周全都是星星，只要在这里啊，欢乐的开心就好啦。哎，哪来的散瞳才子啊？难道是给我发星星了？妈耶，是杀手鬼娃娃！这怎么了？我就这么输了呀？游戏明明还没有开始啊！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啊！我再来，我进入游戏，三二一。这回可不能磨蹭，直接一路狂吃星星。只要不偷懒，一路奔跑，这鬼娃娃肯定抓不到我的。奇怪了，怎么这么安静？别，怎么遇到两只鬼娃娃了？赶紧绕着走，没看见我。妈耶，怎么穷追不舍？赶紧吃星星，100个就通关了，只差45个。没追我了吧？还来啊？怕了，我跑就是了。等等，完蛋了，我被包围了吗？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前面已经朝我冲过来了。没事，我后面跑过去，偷偷的我跳，不得了了！这吃星星吃得我一点都不欢乐。说好的养生版呢？这回不能够再疏忽大意了。我这只聪明的小老鼠怎么能够被猫抓住呢？这次我往别的地方绕，我还不信就绕不过这小猫。我已经有65分了，再加把劲。看来这两只小猫只会在中庭，那我就放心啦。小猫啊，能够感应范围一定是有限的。只要我从边上走，在他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，就可以把所有星星全吃了。已经有80多分了，再加把劲，100分一定能赢。回头看看有没有追兵，还真的来了，真的太顽皮了，我明明就躲得很好啊！完蛋了，前面又被夹击，最后7分，我吃，我的天哪，就差那么一丢丢，哼，没想到这小猫还能够反着来，气死我了！这回咱们得加快速度吃。中间的感应板是什么来的？难道是妈耶，真的有猫，我赶紧溜，头也不回的跑，这么久果然还在后头追着我，都已经91分了，加把劲，最后9分，嘿嘿，可以通关喽。来追我呀，两个小笨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有通关啊？别跑啊，还等什么？真的是吓死我了，原来111分通关，哼，最后关头你还敲我，不过我还是胜利啦。养生版的星星酷跑，一起来挑战吧。